等一下，太久没跟你拜面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样搞一下，我们好像真的有闹掰。没有，各位看看是谁来了，布火来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今天会找布火呢？因为我前一部片呢有一个留言，然后他说最近都没看到布火，然后下面一则留言删掉了，他说因为我跟布火闹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闹翻吗？现在闹什么？有什么好闹？我们俩是三字头成员呢，成员之后我们两个呢，跟在闹翻怎么办？今天呢，为什么会找波火？因为明天呢是我弟的青菜乐园绝江店开幕嘛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这个师傅出马了，好不好？带我这个徒弟去那边长长知识，见见世面，这样子比较不会亏钱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请师傅帮我掌镜一下。好，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令赏。对，然后我跟布火真的没有闹掰，真的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资金不足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去青菜乐园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我拿一大堆零钱吗？哦，对，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拿的吗？我看里面是从那个抽屉的零钱盒，对，但那个零钱盒已经全部被我清空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刚好下去 check 一下，发现里面也没零钱了。他可能知道要开店了，他可能知道我可能要下去拿。对，所以我这次呢就没有打算要拿，好不好？这次因为我昨天刚换手机嘛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资金来源呢，就是把我的旧手机拿去卖。我们等一下战略就是我们一去那边，我们先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的，先设定一个目标。好，然后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用多少钱去加。好，啊，今天应该不会只有我们两个加这么简单，真的。今天我应该会再找另外一组人，可能跟我们 PK， 我们师徒一组对抗他们，或者是我们师徒拆开，等下再看情况。好，很久没见哎。对啊，很久没拍片，我刚才其实拿手在抖嘞，手在抖是不是？太久没看到你，而且你这个发型看起来很像我老师。教育主任，教育主任这把戏啊，那不错嘞。那就准备出发，好 ，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绝江这个青菜乐园了。对，那不过我们今天的对手呢，就是这一对夫妻档，好不好？好，赢了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一对，这一对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一对啦，这是一个动物，再加一个人，这样子。开玩笑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上去二楼。其实人蛮多的。我去二楼晃晃啊。今天还没有开放二楼，因为今天只是试营运。而且你带我们去。都可以洽询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哦。那请耐心稍候一下。认不出来，他是阿佑哎！我要跟你特别介绍一下这面墙。你猜哪一个最贵？你猜一下哪一只最贵？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先动我有看到啊，他最后安上去的啊，所以是他嘛？哎，你猜他多少钱？猜一下，就这样的公仔，他普遍是多少钱？大概有过万？不一定。十万？错。高？低？高？高？八万。十万高，你是十六、十五、十六，再高，对，三十哦，三十，哇，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这个可以买你的一台车了，半台啦，半台啦，看 ，nope， 哎呦，我认不出来，怎么长得那么像人啊？天堂，就是算是盲盒公仔区这样子，下面打台，然后上来这边做兑换，因为我们这一面墙就是还没弄好。最近就是现动那个抽奖的嘛，对，他就是这样子按一下，然后他就开始跑，嗯，有没有？他灯就开始跑，老感。那我就自己逛逛咯，我就先看想要换些什么东西。我要偏向这一区。彩珍他有收集这整套啊，我这整套他有送我两只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想把它补齐这样子。你们有看到喜欢的吗？哎呦，波火好像有兴趣哦。波火，你有特别想换什么吗？
所以我对盲盒比较还好，比较还好是不是？对，盲盒我是还好，盲盒你还好。对，等一下要收不到音啦、啊，麦克风在这边，你要怎么说？天才、欸，那个画面就是你这边。好了，那我自己可能会偏向这一个。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特别。你用多少的资金下去讲？我是带，我带2000块。你带2000块、啊？你要赞助我吗？我带17000啊，但是我不会花到17000，我花2000吧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有没有？我花1300块加了50点。如果你今天拿1300，你可以超越我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神秘小礼物。啊，这是神秘小礼物，是价值很好的啦。真的吗？但是如果你夹输我有没有？你就在门口学狗叫，对着里面这样子。好，我是狗，吉娃娃。可以。我假如能在1200里面夹到50点，你送我神秘小礼物之外，你去门口学狗叫。我他妈我都送你神秘小礼物。我还随口叫，你要汪汪汪！好啦，等一下，准备开始，好 ，OK。游戏规则我决定更改一下，原本是我们强对弱，或者是我们拆开来，就是最烂跟最强，然后我们两个去综合一下，对。但是刚刚你没听到我弟讲了什么吗？对，他说1300，讲我能打超过50分的话有小礼物，对不对？然后小礼物价值好像也还不错，应该是不错，他应该不会给太差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呢，你们这边我给你们1300，你们去打。我们这边我们1300去打，啊，你们就尽你们所能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很烂，但不要真的太烂。是有多烂？至少有20分，好不好？1300，20分不能吧？这应该还好吧？我先说，你们有打过娃娃机吗？有啊。你有？你会打吗？不会啊。我会花钱。我只会去浪费钱。加减吧。加减。哦。哎，你是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？我怕画面太乱，所以你们等下就是你们两个自己一组，1000块一个24点可以吧？至少要带一个24点就好，对不对？至少让我抽一次，就这样下去玩吧。好，先换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照旧，师傅叫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，我就帮他挑台子打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物色一下，师傅。我觉得这个鸭子刚刚看你打，是不是其实挺不赖的？对，它那个现在的设定就是你。去捏他的头，绕过他的脖子不行哦，你要捏他的头，他就整只被抽出来。刚看他打完，所以我现在知道大概哪几台好打。而且这个也不用甩爪，这个也直接抽起来，直上直下。对，前面一点点。好，记得20哦。甩爪。哎呦，往前抓了，往前抓了。今天的青菜量是有开的。哎呦。是有开的。20块，第一只。有吧有吧有！请抽中第一，40块两只了。是我们大奖11，恭喜啦！碎哦，60块三只了。对，不要神经痛，我们正下方或是正后方。有了，我们这次花比较多，不过现在还是赚的。对，有了，五、六。6只，12点了，再来吗？12点都快要这么多，对吧？目前差不多150还是200内？哎，那个如何？有点慢。看一下，200块，已经快20点了。我们200块，大家干，然后你们加点油，拜托，真的。可以，老板正在换钱。再来，一样这只。废了，运气好，很高大，他是袋子，也是实力的一种，算了，见好就收，不到100，70块，那这一台呢，是我们刚刚物色到第二台好夹的，对不对？说好夹，这一台是直上直下就可以，对，这台的概念跟刚刚那个小趴儿一样，因为现在运气好就会出，都是刚日现做，新鲜刚出炉的，有没有？那现在高大，再来，这个头也是像这种，直接捏这个头吗？对，有了，哎，快，好像有点迷惘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目前前面都还赚这个，对，哇，有，哎呦，我像都捏到哎，这个的话直接捏对不对？捏头，可是要很准哦，捏他那个头，有了，干，可以把猪盖喝呢，收手，应该也是120、130左右，反正应该是有赚的。好了啦，你是不是要给这么多？
你花了110，然后什么都没夹到。哇！啊，请大师教我一下。好，夹那个蓝色的那、這个。好紧张哎！啊，差一点，还是要夹后面这个、啊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枪要怎么夹哎、欸。有了。好夹了，好夹了，我夹你夹，我也夹到了耶，好夹，花了140才夹这个东西。佩佩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捏头就好了。好，你告诉他你夹就没得夹啊。对，哎，你不要打太多，我等下打。对，哎，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慢？我刷这台啊，你刷几只啊？超多哎！我还十块一直出，我还要夹四只，还有5只鲨鱼呢。哦，反正你们1300夹完了。总公司这边，因为他们说 GoPro 刚刚没电，手机热档，他要宕掉。Nope。赞助10块。哦，你好意思呢哦。好了，20块了，叫我帅哥就给你20。好，30块，30块。这边看着你的头都会夹，还是你们有想玩的？我哥玻璃。好，帅哥，还要叫吗？不用。我先算一下这边钱剩多少，目前夹了800左右，点数应该是够了啦。好，给一点女生后面了，应该没人想看男生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前不是后。开始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你觉得不我交有差吗？有差吗？哇！再来，你要抓他前面板，那个前面那个洗，没有没有，下面靠着挡板那个，看到没？看得到。对啊，哦，帅！我靠！直上直下的话，70块，70块出一只啊！能不能夹到那一只转角在一起？快了，就是这样。哇！我们剩最后10块，跟我讲一下哦。最后30，最后30，好。哇！顶到。哦，最后10块是不是？好 ，OK。你夹，我想要你，我看这个袋子看能不能勾到。好，好不好？运气好就有机会。最后10块了，就是这一只，看能不能把那个给勾出来了。其他没有。这个吗？哦，再往前一点。好，收，很没有收。哎，吊牌，做到吊牌哎，完美 ending 哎，1300，太扯了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现在就去做总结。OK， 那我们可能要分开一点哦，因为你们只有一车，对，他们1300嘛，1300全部都是花在这上面了。对，我们总共1300打这两车。我目前青菜点数是3点，那等一下统计完之后再给大家看总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该是3点嘛，然后沙运他们31点，我61点，那愿赌服输好不好？我中下一堆钱给佩佩他们玩，前面讲的嘛，你要学狗叫对不对？说我你不是学狗叫吗？还是我记错啊？神秘礼物是不是？你看，如果我没有说学狗叫，他就不会讲神秘礼物了。那是什么神秘礼物？是给我哦，给我是不是？对啊，送给你啊。然后我给你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哦，是这个嘛？这个。看，好可爱哦，这一盒。对啊，这是全部是哦，这8个是不是？那这个就拿来抽奖好了，好不好？抽奖就影片留言啊，抽奖影片留言的8位要什么？我爱贝片吗？就是上次那个吗？我爱青菜乐园啊，我爱青菜乐园。那我先许个愿好不好？依依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抽到后面一只带鸟头的。可是我希望抽到隐藏版给你。哪一个？哎，什么？鸟头的，隐藏版也可以。对，换不火长进一下，给韩吉选呐，好不好？对。可以选，你们3个选，我选这一只好不好？啊，你要从哪选？它是盲盒的，我算你去拍好了。就不，哎，有洞哎，看到没有？选好了，好 ，OK， 这3盒，我先吗？你先。鸟头，排队，他们走进行排队哦。蛋头，蛋头哎，他有套配件了，好了，还可以啦。好了，开心啦。他是这样子，
哎、欸，那还不错嘞，那还不错嘞。把我煮起来是不是？你不要乱插洞呢。我就这样。这样子啊？对，好， yeah. 第一只， okay. 这只不错，蛮特别的。好，这只很可爱哎，这只我也喜欢。好，赞赞赞赞。目前两只我都觉得还不错。有头？啊？啊？是他想要的。我抽到我想要的。他刚刚还要这一只。送你？你要送我？你不是想要这只吗？哎、欸，它这个会短耶。哎、欸，很可爱，好送你啊，跟你头很像。好、啊。最后呢？大家不要忘记留言，我爱青菜乐园，好不好？好，老板，我爱青菜乐园，那会抽随机抽八位出来，在 YouTube 的那个留言处，只有 YouTube 影片留言处。好，我爱青菜乐园。好，那今天这部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Takes little time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